大陆的电信设备厂商华为积极抢进 TD-LTE 商机，全球市占率超过60%。华为看好将会呈现爆发式的成长，预估这项技术占全球4G 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30%。相关的台湾厂商中磊、明泰、联发科、宏达电渴望受惠。